尊敬的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雪梨敬宗学会理事同仁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时间。 过得真快，啊！一下子啊，我们今天呐、啊、是最后一堂课了，已经进入了第八天，啊，第八堂，非常难得，啊，我们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因缘呐、啊，能够啊，在这一边天天给诸位啊来共同学习啊，共同分享啊这一些啊，尤其关于我们。 本来修学的这一个法门啊，大家知道什么叫法门吗？法门就是方法。哎，每一样东西呀、啊，都必须要有方圆。方圆是什么呢？方圆就是规矩啊。所以我们。 在学习内典讲座研究的时候啊，啊，就是学讲经啦、啊。李老师啊，就给我们讲了：没有方圆啊，不成规矩啊。我们来到道场学习，无论我们是义工，我们是同修，我们都必须呀、啊。 要根据规矩来行事啊！没有规矩，我们这一生人，我们虽然学佛念佛，就像李老师讲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 还是怎么轮回？我们不会进步的啊！所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没有这个规矩啊，哎，我们啊，在学数学的时候啊，就有画这个圆规啊，这个就是规矩。 一定要有一个准绳，啊，我们才能够成功，我们才能够成就。所以啊，昨天给诸位提到了我们当义工的，义工真正的心态要怎么样呢？啊，在这边我们只是提提哦，啊，不要以为听了，哎呀。 上次我们学过认这个念佛事宜以后啊，我知道了义工是怎么不是啊，还不能啊。其实我们这八堂课，告诉诸位，我们只在啊李老师开示的序文罢了，序文就是前端啊。 这个 beginning 的 part 还没有进入啊，真正的题目。哎，真正的题目有三个。第一个给我们解释“万修万人去”。第二个，什么叫“待业往生”？第三个，什么是“意”？ 心不乱，所以我们这八堂课啊，只是 introduction 嘿 introduce 罢了，前面的前言。所以啊，佛法啊，不要说佛法了，就讲我们念佛，大学问呐、啊。 啊，这一个我们当义工也是要学念佛啊，不是做义工不用念佛啊。我们要怎么样念佛，跟义工融入啊？所以呀、啊，昨天不是给诸位说了吗？不要我们来共修的同修啊。 各个成就了，我们在义工，哎，在道场里面当义工的这一些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那有用吗？管用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义工，啊，这个义工啊的心态是什么？为什么我要做义工？ 《弥陀经上》上啊，你看我们都是什么引经据典哦，不是自己说了算哦啊！今天墨学在这一边所讲的，如果没有经典依据的，跟诸位说，不要听我的，哎，那都是一派胡言。 啊，墨学讲到极好听都好，很好笑也好，还是什么都没用，因为都不是依据法的，你记得哦。所以墨学在前几堂课都给诸位说了，在我们道场里面，你不要跟我说某某法师讲的，哎，没有哦。等一下我会俩拱哈，那个就是什么。 我要脱鞋了，哎，我常常讲的，我脱鞋，哎，嗯，这个不要啊！我们要牢牢记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还未入般涅盘前，给我们说出的四一法，因为释迦牟尼佛了解到。 我们以后将来，哎，我们学佛人将会面对的问题，所以给我们开出了这一个四依法。第一条就是依法不依人啊，我们要依据经典哦。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义工？因为我们知道，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够少什么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来到道场，我们为大众服务，就是要累积我自己本身的。 善根福德因缘，我是为我往生在奠基打基础。哎，所以呀、啊，跟诸位说，很多义工啊，尤其啊，墨学的道场哦，有一些义工没有上课的，好、哦，还没上课的。 啊，以前还没改革之前的很多，师父，你知道为什么我来到场吗？我为什么做义工啊？因为你喽，为我来哦，我这样有面子哦，为我，师父，我做一切都是为你而做，哇、哦，也不是为阿弥陀佛，我比阿弥陀佛有用耶。 不是的啊，我们来当义工啊，不是为谁而做的。哎，记得哦，不要讲说，哎呀，你看我为你做的啊，为他做的没有，都是为自己将来往生累积。 功德、福报、善根而做的，哎，记得哦，啊，所以我们来到场，我们还会不会跟人家起争执？不会了，因为我们修都来不及了。我怎样跟人家过不去？我还跟谁看不顺眼？哎，没有啦。我们来到场，我们还要争些什么？ 不用争了，没得争。所以啊，道场有这个岗位给你，有这一个任务，你要来上任，允许你来当，那是我们修来的福，我们要感恩道场给予这个机会。所以，并不是我们已经是。 很了不起哦！现在的义工啊，大家的概念都是什么？你看，我还出钱，还出力，我还把时间拿出来给道场用。你看，我多牺牲！哎、你看，哎，所以哎，我就讲了，现在的义工不是义工，现在我们道场里面的啊，通通都是老板。 哎，就是这样哦，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付出很多，啊，所以昨天啊，一讲完了，哎，我们下去啊，有同学就讲啊，是啊，在公司管人还不累，在道场啊，对着这些义工啊，真的是束手无策，没有办法。 啊，真的，啊，墨学在还没改变之前哦，我们的道场还没改变之前哦，真的啦，一下子这一个义工啊，断断、啊啊啊、会听吗？哎，这个又是福建话啊，就是什么闹脾气啦，啊，不要，我不要来了，哦，我们就要冲过去理事哦，冲过去他的家。 还要买水果篮，哎呦，不要这样啦、啊！哎呀，都是我们不好啦，回来啦，回来啦！啊，你看，我们天天为这一些人事在忙哦，不是为佛事哦。哎，我们的理事啊，在那边做出喘气。哦，这个又有事情，哦，那个又有问题，啊。 一下子这边这个生气，这个气，这个这个气，那一个哇，八、哦、国联军啊，我们李氏就在中间，哎，天天做什么？我洗楼啊，天天要买水果啊，送啊，要送礼，还要去贪洋的呀。所以你看，我们受五戒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嘴呀，哎呀，不。 不奇语，但是我们还是要讲花言巧语。哎呀，你做到这么好，哎呀，赞叹哦。哎，所以告诉诸位，真的啊，墨学啊，虽然还没出家之前呢、啊，我做这一个啊会长的时候啊，墨学都没有去过的。你看，以前就很坏哦，啊，以前就很坏了。哎，我从来不贪的一个啊，所以。 没有女朋友咯，所以现在出家，唔识他吗哎，讲话就是这样子，哎，直接讲，哎，我就是这样子的啊。你要叫我去，哇，贪人哋吼好艰难啊，唔识啊，好唔识啊，哎，就不会，就是不懂，哎，哎，所以我我在还没出家做会长的时候，我都没去。 我的副会长啊，他们那些女生啊，女的，啊，这些理事啊，我就每天跑，跑到最后来跟我，这个什么水谁娘，啊，跟我 complain，哎，他讲，哎呦，你知道我很喘吗？啊，一下子这个问题，一下子那一个又这样，哇、哦，所以我看来看去，不妥啦。 所以我们出家，我出家了之后两年，啊，我慢慢的出家第一年就慢慢改革，改革的时候啊，真的哦，好像台湾大地震一样哦，啊，尤其前辈这一些老义工啊，嗯，在那边整哦，够不力啊，跟你讲，哎，大家就对这个要不要改正的要改，要改没要没，啊，大家都很怕。 莫学很坚定，哎，哦，啊，不用怕啦。如果真的是没有人，我们最后的最坏打算，打算什么呢？把门关起来，<laughs> <laughs> 三门大开，哎，这个把门关起来，就剩下我们有两个，就两个共修；三个就三个，就由我们自己来。这个因缘不具足。 我们宁愿呐、啊，成就一个正法正性道场，也不要一个啊，这个徒着啊，这一些信徒啊，人群啊，哎，这一些没道的道场啊，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害人，哎，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下来了，啊，不用怕没人。 不要以为这么严格就会没人，哎，啊，到最后啊，大家都在当中了解到了，哎，这一个规矩的好处，哎，让我们呐、啊、无忧无虑，我们做什么东西都非常坦然，因为我们都了解了啥儿该做，啥儿不该做。 啊，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啊，我们很坦然，心很平静。啊，我们来到道场，我们做义工也做的非常快乐愉快，不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哦，怕踩到炮、掉坑了啊，掉去哪里？三恶道啊，不会啦。 很坦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啊，李老师在这边给我们讲啊，此乃实语，这是真话，哎。所以啊，学人来此啊，但求诸位能够得真意啊。这个莫学要学他啊，学李老师，哎，我们今天有缘在这一边。 我们学习了八堂课，啊，我常常到哪里去都会跟他们说，因为都借着李老师的这一句话，哎啊，虽然话说的难听一点，可能啊不是可能哦，应该是肯定啊，有刺伤某某同学，肯定会刺伤啊，啊，肯定会伤害到啊。 哎，有可能大家都觉得我、哦、这个法师啦，从第一天骂到我第八天还在骂啊！你看也有哦，哎，天天在骂。但是要知道哦，都是为大家真实的好处利益而讲的，哎，故不能恭维诸位啊！恭维就是什么八节八护啊。 祈雨啦，我刚才讲我不会做，诶、哎，我唔識氹人哋嘅，啊，所以咧，很多时候啊，来到啊、哦、有奖金的，我们墨学以前的道场啊，啊好请好多好多的法师来弘法，啊，每一个法师都讲到很好听，诶、哎，讲到很好，啊，其中有一位啊，墨学还知道，那时候墨学已经出家啦，诶、哎。 啊，他讲到哇，讲到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底下呢，这位法师跟墨学说啊，我们在用餐午餐的时候，啊、呃，他讲师傅啊，要辛苦你啦，我把他们接进来很欢喜啦，你要好好交流咯。嗯，他贪人来了，啊、呃，他知道我不会同嗯嗯识得贪人，啊、呃，他帮我们贪进来了，诶、呃，骗进来了，啊、呃。 所以开始要劝就由你啦，啊，我只是坐在那边，因为我来结缘罢了。哎，虽然这一次墨学也是来结缘的，哎，啊，但是呢，我们准备的稿就是这样，哎，因为觉得非常非常迫切需要了，尤其我们老和尚啊离开了我们了，哎。 现在我们还不振作起来，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还不要自哀，我们完运，finish，啊，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就会讲完蛋，嗯，所以真的没没没得救啦，所以我们必须一定要啊反思，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说，哎。 我们到底做对不对？哎、hey,，我们是不是啊有跟着我们老和尚理念的？所以，我们来到我们道场的每一位义工啊，他要当义工啊，一定要清楚了解我们老和尚的理念方向，一定要了解我们净中学会的操作。 哎，我们晋中学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学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哎，我们有些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的，什么东西是不能碰的、不能做的啊？譬如我们写超度哈、哦，哎，超度啊，我们外面的你看往生牌位一个啊，五十块啊，马来西亚钱那好，马来西亚的。 现在的行情，哎，一个哦，一个名字五十啊，冤亲债主得第三十，得第多了哎，三十块啊啊，消灾三十块啊，现在马来西亚的行情哈，很多人来啊，来到我们的学会啊，问啊，他讲啊，一个是多少钱的？我讲随缘。 啊，免费的，啊，他听到啊，他还好，确定吗？哎，我就解释啦，我们写上去这一些牌位，啊，是不是由阿弥陀佛借由佛菩萨的力量来超度、来度脱他们的？是不是？是啊，这样阿弥陀佛有跟我们收多少钱吗？ 阿弥陀佛没有跟我们收钱，我们敢跟你收钱，这个叫什么？贪污哦，哎，贪官哦，哎，我们坐中间能吃一笔哦，<laughs> 对不对？那你可以，哎，所以我就解释给他听，阿弥陀佛没有跟我们说，佛菩萨没有跟我们收钱，我们怎么跟你收？怎么开口跟你收？哎，他听了，嗯，我懂了。 嗯，有道理啦，哎，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明白、要清楚的，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为什么我们老和尚不给我们收钱？是因为佛没有给我们收钱，就好像我们的法宝、我们的这一些经书一样，佛菩萨有没有跟我们讲版权所有？有没有要跟我们收版权费？有没有释迦牟尼佛出来咚,咚咚咚咚？哎。 Please copyright？我 <laughs> 啊，没有啊。所以我们写的，我们都用佛经的，哎，这一些资讯资料，我们没有给阿弥陀佛，没有给释迦牟尼佛版权费耶。我们怎样能够应版权所有呢？所以是不是？哎，这个老和尚也是在讲习当中曾经给我们讲过的。 哎，所以我们不能够乱来，哎，所以我们要知道静中学会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啊，所以这个义工，哎，然后在义工里面呢，我们办活动，我们办任何活动，告诉诸位，我们都要有方向，要有目的，啊，我们的方法一定要正确。 好比我们做法会，我们都知道有法会才会有人啊。墨学讲经的时候，哎，我们在 MCO 啊这个疫情之前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啊，每一天墨学晚上都有开讲啊，都在讲经，啊，都在学习啦，哎，学习讲经啊，星期一到星期四讲无量寿经。 星期五讲在家律学，哎啊，十年如一日，天天都是这样在讲。所以告诉诸位，啊，来听哦，来听经的人多少人呢？No over than fifty，没有超过五十个人哦。但是我们做三十系念，我们做佛七的时候。 我们的人数可以达到 two hundred plus 两百多位，挤到满满，不能挤了，还是要进啊！你看，哎，所以我都这么讲了。你看，哎，法会能够让大众来，但是我们就要有方法，哎。 接引大众来了，我们要能够教育到大众。哎，这个就是我们主办单位啦，要用脑的时候啦。哎，我们该要怎么来度？告诉诸位，如果来参与法会抱着迷信的心态的，这叫什么？因地不正，果招于取。 假使来了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告诉诸位，最后还是没有改变到任何。啊，所以他到最后就像啊，在我们学会有一位同修曾经说过：“哎呀，我们做三十年做这么多次了，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改变到，都没有看到变化。” 开始对三十信念啊，对这个法会有怀疑呀、啊哦。我们到底是不是在做秀罢了？哎，啊，只是做，哎呀，大家一起开心欢乐，啊，听到这个宝钟鼓咚进去，哇，很爽，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啊，所以。 在法会里头啊，我们要真正自己明白清楚了解这法会当中的意趣，就好比我们做这三十细念，我们要知道三十细念的内容里面的含义。 啊，这整个三十系念呐、啊、下来，都是教导我们如何念佛的。哎，所以相信诸位啊，做这个三十系念，第一次做吗？不可能啦、啊！不要骗我！嘿嘿有一些，我我这是我第一次，我不可能啦、啊！啊。 我们老在一九几年呢、啊，一九九九年、一九呃，两千年开始吧，两千年开始就兴起了这三十信念的热潮，啊，我们导师上进下空老和尚啊开始提倡，哎，做这个三十信念，啊，开始了解到，开始听到三十信念的存在，哎。 所以啊，我们做了这么多场了，我们明白到什么呢？所以我们很多念佛人呐、啊，我们来做这个三十系念的啊，尤其做三十系念哦。曾经默学到印尼去弘法的时候，哎，就有一位大护法啊，这个有钱人啊，我们讲啊，富贵人。 他就来见墨学，啊，跟墨学谈天，啊，来问墨学啊，来问师傅一个问题。他讲：“师傅，我要问你哦，啊，我从一开始到现在啦，世界各地哪里有做三十系列，我都去参加。” 啊，哪里哦？世界各地哦，澳洲啊，这边呐、啊，然后呢，啊，在印尼本身呐、啊，啊，香港啊，台湾呐、啊，有三十系列大厂的，他都会去，啊，这样参加累积下来啊。都七百多场，整千场了。 啊，这个大概啦一千场以下，啊，他问我一个问题哦，我讲说哇，这个比我做三十四年还多次哦呵呵，哦，他真的一年到头来都到处去，啊，这个富贵，got money 吗？哎呦，can every day fly？啊，天天这边坐飞机，那边坐飞机去那边就参加三十四年。 哎，他问我一个问题，这个很 serious 的问题。哎，师父，我能往生吗？他做了这么多七百多场哦，那时候问，啊，那时候已经是十年，啊，应该大概是有十年了，哎，有十年了，我出家都十四了，哎，十二年了，哎，所以这个是十年，大概十年的时间。 十年前问的，他问我做了七百多场，哎，他 recall，我能往生吗？所以大家认为他能往生吗？今天还问这个问题，就代表你没有真正把往生搞懂哦。 哎，你没有把这个往生搞明白、搞清楚哦，所以你还在那一边什么怀疑？你还没有这一个把握，所以你才会问：我能往生吗？啊，我又唔识探人嘅。 我老实同佢讲，oh, sa, 好像不能呢。<laughs> oh, 他就像梁武帝这样。好，来人的，请出去。<laughs> 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那么样子了哈。呃，没有没有被赶啊，我们还是很好的，哎、hey,，好好的聊，哎、hey.。 所以啊，我们做这一个三十信念，不是说你参加多少场你就能够得到利益，没有，是你对三十信念有多清楚、有多明白，当中你才能够得到利益。就像我们皈依一,一样。 不是说我跪在佛菩萨面前，我读这一个誓词，我就皈依了。啊，我要用印度话了。啊，你看我们马来西亚就好哦，什么话都可以哈、哦。啊，一类没有呵呵，不是的，哎。 不是说你这样子跪着，你念这一个皈依誓词，你就皈依了，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道场啊要学两年多啊,啊？这一个三皈才来皈依，因为你对皈依的认识有多深。 你得到三规戒体就有多圆满。如果你了解这三规，seventy percent，所以你纳受的时候，你进来到你体里头的三规戒体，就你得到 seventy percent，就看你多少。不是我们哦，哎，不是我传授给你的哦，不是。 是看你自己，你能够融入多少？如果你的杯这样小，能倒进去就是这样少水嘛。所以这个的道理一样，所以必须要看你自己对三规的理解。啊，三规总共有四种三规，啊，三规一哦，规一啊，三宝有四种。所以你看，嗯，听够吗？ 啊，你看都没听过，我们做三规是假的啦，啊，都是形式，啊，我们常常做皈依啊，对吧？你还要夸掉，我夸掉不？啊，我有皈依证哦，所以莫学在自己的道场啊，我跟同修讲哦，啊，很多人讲啊，哎呀，师傅啊，等有一天哦，我走了哦，这个皈依证怎么办呢？对不对？啊，很多人就讲不用紧啊，我们带着。 啊，要烧去对不对？啊，我们火化的，我们都要烧嘛，把它火化掉。我们可以带着，然后如果我们去见 Jimmy Wong 啊，我们跟他讲，哎、呦，我是三宝弟子呢，啊，我们还可以说出来，嗯，我们还有贵啊、哦，我讲，please don't 啊，如果你没有拿出来呢？有可能你打二十下，那、啊、被罚了哈，打二十下。 我看记得啦，哦，这个我想象啊，啊，如果你把那个归正，哎，我是皈依弟子呢，来两百下次后，二十变两百呀，不要啊，所以我又要讲了，用我们福建话讲，下水，不要啊，不要拿出来，哎，这个归正不要乱拿，哎，我们真正做到，告诉你，我们不会去。 所以这个皈依针呢，我们如果我们孩子要留下来做纪念，可以留下来做纪念，不一定要化掉的，不一定要给我们带走的，不用紧的。哎，这只是什么身外，所以这也是不了解不明白。我们皈依的时候都是什么净行受？净行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一生这一世我们皈依。 皈依到最后，这个界体啊，离开我们，几时？我们的寿命没有的时候就走了，就没有了，完了，一切解决。哎，这叫进行受哦。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很多东西都不清楚、不明白。哎，所以呢，我们三皈能够得到多少的好处利益，全在于我们。 对三规的理解，哎，所以三十四念也是一样啊。我们念佛啊，很多人讲，哎呀，我在家里面念佛念不到，我要来道场，每一个星期念一次才能，哎，来道场才能够念啊。有一些人呢，连道场都不能，他要一个人搬到山上去，有没有啊？他比较安静。 啊，离开人群，避开啊，自己设计啊，要有一个地方，要怎样来用功的，有吗？这也是啊，你做多少场三十系念都没用啊，为什么呢？三十系念第一时第一个寄送，就给我们讲到了这一个。 这也是我们老和尚曾经给我们讲过的啊！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在头脑里面了，背起来了？哎，三十训练第一时，我们读完《弥陀经》了，哎，第一首句句诵啊！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我们大众，我讲。 开玩笑的哈，这这不是开玩笑啦，也是看到了哈。哎，很多时候啊，我们在送弥陀经的时候，大家都哎、哦、哎、哦、的睡觉啦。哎，几时起来，那个 drum 的声音咚，起来哟，啊，嗯，好听啊。几时又再去睡,睡觉呢？师父又要开示的时候，哼、嗯，又在睡了，没用啦、啊。 你好过在家里面躺住睡觉，我常常讲的，不要来，哦，所以没有没有感觉到哦，我真的很坏哦，每天叫人家回家的哦，啊，你你不要用功，你回家回家，每天叫人家回家，嘿嘿，你在家里面就好了，你不会什么损你福报啦，哎，你在这一边啊，一问到你坐住睡觉啊，你都在损你福报啊，为什么？这一个啊，这边不用 icon 哦。 我们马来西亚很热啊，我们每一个道场都是开 AC、ON、的嘞，诶、欸、a c 哦，天天都是在嘟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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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什么钱在走的嘞，诶、欸，所以你进来道场里面，你共修你不用功啊，你对得起十方的供养吗？诶、欸，所以这边好一点，environment 特别好，不用 AC，诶、欸。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不能啊，所以我叫他们回去，回去，回去。如果真的不用功的回去。好，第一句话是什么？世界何源称极乐？只因众苦不能清啊，这一句寄送啊。我们来做三事信念不要讲，不要，不要专注在哦。哇，这个师傅唱的很好听。啊，这个师傅，哎不会唱的，这样难听的。 不是给你听好听不好听啦，是要了解里面的含义。哎，啊，为什么做的时候没做一次，我们就要做多一次，再来提醒，再提醒，看我们听到吗？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啊，我们做了这么多场了，我们都不了解哦，只是讲好听不好听哦，哎。 还在那边后面呢、啊，指指点点，蒋师傅，嗯，这个不告亏，这个不够气的，这个师傅你看，哇、呃，唱不出的，嘿，啊，你看，我们都是这样子啊，这样，我们来做法会呀、啊，得不到任何好处利益呀、啊，所以我们听不听得到？世间这个世界和原称极乐，为什么这一个极乐世界会叫做极乐呢？ 是因为在极乐世界啊，没有任何的痛苦。你看第一句讲的是这个：“道人若要寻归路”，就是我们同修、我们同学、我们大家一起，哎，如果想要寻找啊方法、方式啊，要回归去这个极乐世界。 哎，你看到人若要寻归路，你就回到西方自己的那个没有任何痛苦的地方啊。下面最后一段是重点哦，哎，但向城中了自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老和尚给我们讲的：佛法不离世间法。我们修学佛法不能够离开这世间，所以墨学常常讲了，佛法就是为我们世间而设的，啊，为我们这一个娑婆而有的。 如果我们想要离开，好像我刚才讲了，我们离开人群，我们去住一个哇，自己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山顶上很安静，那你没不能修到东西的。哎，所以这一句话就单向沉重，我我们唱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唱什么，只是讲好听好听。 啊、呃，你看，成就是六层境界，哎，我们就要在六层当中去抓住我们这一颗心，我们才能够了自心。哎，所以啊，莫学很喜欢讲一个故事，啊。 这是第一次来这边刻意讲，因为没有人听过，哎，啊，但是如果你有上网听过莫学的课哈，你就知道了啦。哎、呀，听过了的啦，啊，应该是听过了的啦。我讲的故事来来去去那几课而已，因为不唔他们讲的嘛，啊，很多师傅很多故事的哦，哎，但是呢，我都没有故事讲的，因为我不要贪人，哎，我是讲不好听的话的。<laughs> 哎，所以来啊，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有一个老沙弥啊，很老了才出家，所以因为老出家就不能受戒了，所以他就叫沙弥。然后他很老，所以叫老沙弥。啊，这个老沙弥呢，他在寺院里面啊，假使只要多一个人出来，他都会跟他吵架。 啊，这个老沙弥的习气非常重，哎，啊，非常暴躁的，啊，所以呢没有办法，他的师父啊，看他，哎呀，在在在这个寺院这久了，他又一直要求要出家，好吧，跟他剃剃了之后就变沙弥嘛，哎，还没有受戒的就叫沙弥，哎，然后他不可以叫小沙弥，因为很老了，所以就叫老沙弥。 然后他又天天在这一个寺院里面捣蛋，一下子跟这个不和，一下子跟那一个吵架，哎，所以呢，逼得没有办法，他的师傅就叫他，哎呀，你上山去，啊，你上你你去山上，山上上面有一一间寮棚，啊，你一个人住在上面，啊，其实他的师傅是要给他自生自灭了，啊。 不要在道场里面捣蛋啦、啊，啊，天天跟这个不和，那一个不和，这个吵架，那一个吵架，哎，这这烦都烦死，所以给他上去，自己自己去修，哎，去去上面，啊，自从啊他上去上面啊修了几年，啊，然后这个老沙弥哦，啊，在上面哦，也发现到自己哦。 脾气变好了，啊，这个以往啊跟人家吵架的现象没有了。那当然啦、啊，一个人一个人还会吵架是怎样的情况？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自己骂自己？自己啊，不可能嘛！你找谁吵架？对不对？啊、呃，所以他这两年下来都没有跟任何人吵过架了。 所以有一天早上啊，他做早课的时候啊，就非常开心，沾沾自喜，哎，就向这个佛前面啊禀告：“我这两三年下来，一个人在这一边用功努力的修学啊，我已经将我的这一个脾气修正了。” 修没了，我进步了，啊，就跟佛菩萨讲哦。那个时候刚好文殊菩萨啊在天上刚经过，听到他跟佛菩萨禀告嘛，他脾气改了嘛，所以文殊四利菩萨就摇身一变啊，你看一变，但是我还是我啊。 啊，那没这个菩萨嘛，我我我不是哦，所以我们体谅一下哈、哦。诶，我讲过了，我讲故事要有那个情节，你要自己 imagine 啊，这样子你就会什么样呢？深入进去啊，永远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哎，所以啊，这个文殊菩萨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小沙弥。 他就怎样啦？他过来敲门，啊，咦，这么多年没有人来过哦，这个地方，怎么今天会有人敲门？他就去开门，啊，他就去开门，啊，这个老沙弥去开门，他去开门呐、啊，哎，看到，哎，啊，阿弥陀佛，您好，你要做什么？哎，他就问这个小沙弥。 这小蜜，沙咪讲啊，哎呀，我刚路过、经过，我要到隔壁村的寺院去，哎，但是看今天哦，赶不到路了，想要在你这一边借宿一日一夜，哎，就是借他的地方住一天呐、啊，啊，请他帮帮忙，哎，啊，行个方便。 所以这个老沙弥啊，就看到，哎呀，这个年轻的也不容易，哎，啊，他也出家了，哎，要到隔壁的这个寺院去，因为路途遥远啊，赶不到了，所以啊，又起了这个怜悯之心，啊，好啦好啦，啊，就给你住一个晚上，来进来进来，请进请进，哎。 所以这个小沙弥很开心哦，又非常感恩啊，这位师傅啊能够收留哎这个啊弟子啊一天哎，所以很客气啊，这个非常有礼貌啊，所以这个小沙弥啊就被邀请进入他的这个屋子里头啦。 啊，进入他的家里面了，哎，他的金色，所以这个小沙弥啊，一进门啊，进入进来了，哎，这个老沙弥就把门关上啊，啊，就把它关了，哎，这个小沙弥啊，马上开口了，啊，哎呀，一整天这样赶路，口渴都要死，啊，很口渴，哎，口干呐、啊。 哎、啊，快点快点，有水吗？快点拿一杯给我喝。啊不，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喝水，我要喝茶。哎、嗯，他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哦。哎，这个老沙弥就嗯，对了、啊、对了、啊，人家走这么久嘛哈、哦，哎，口干了吗？啊，作为主人的应该呢，啊。 他就跟这一个老小沙弥说啊、哎，不好意思，我这边我一个人住，哎、我没有喝茶的习惯，所以呢、哎，我端一杯温水给你好吗？我没有茶，哎呀，茶都没有，哇，那个小沙弥，你看他的那个口气，哇，非常尖锐哦，茶都没有。 好了好了，温水就温水啦，啊，快点！哦，我、哦、这个，然后上面，好,好，快点，他，他了解啦，哦，哎、欸，他的那种啊口干，哎、欸，很迫切需要水了，啊，他就快点啊，去煮啊，哎、欸，去倒啊，端啊，啊，一杯这个温水出来，啊，来来来。 来喝水，喝水，啊，不能把自己渴了，哎，所以他一拿这个小沙弥啊，一喝一口，哇，你要烫死我啊，这么烧，哎，哇，很很凶哦，哎，所以这个老沙弥就啊，很烧很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他进去他把它调了，然后调了之后啊，他又再端出来啊。 来来来，这一个不杀了不杀了，放心放心。这一个小沙弥啊，又一口，你要冻死我啊！不是讲温的吗？不、哦，你知道这个老沙弥啊，马上把这一个杯抢过来，把这个水噗，<laughs> 给你喝就好了。 还嫌弃没有的喝，去开门，跟我滚，马上滚哦！哎，叫他滚蛋！这个小沙弥啊，既然当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不是没有脾气了咩？哦，走了，他讲这句而已哦。 他就走出去了，所以这个老沙弥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他笑呢？为什么他会讲没有脾气啊？不是人哦！<laughs> 哦，刚才我在佛前禀告的时候，我讲我脾气修没有了嘞，怎么他知道的？现在我发这么大的脾气，你看。 他一追出去啊，不见人影了。然后刚才来的时候还有看到有一只狗狗，所以他就讲啊，可能他就是文殊菩萨再来考验他的。所以我说啦，你修行，你关着你一个人修，你能成就吗？成就不了啊，因为没有人给你磨啊。 你自以为良好啊，因为你所作所为全部都是自己呀、啊，自己说了自己算啊，全部都是顺自己的意呀、啊。当你来到有人的地方呢，很多东西你想做的时候做不到的，哎，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跟你同样的理念、想法、看法，所以啊。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修的地方啊！修我们这一颗心，怎么样不受这一些外面六层境界的考验？啊，就是这外面的六层啊，但向层中的层包括了五欲六层。 我们面对五欲六尘，我们不能够逃避五欲六尘。有谁能逃避的吗？有一些人修行哦，他还来跟师父炫耀：“师父，你一天睡多少小时？”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们五欲嘛，财色名食睡，最后一个睡。师父你知道吗？我天天我用功啊，我只睡三个小时。 我都不敢讲，我睡七个小时。<laughs> 嗯，I'm sleep seven 啊、uh, hours 啊 per day at least 啊，我是 at least 哦、oh,，seven 啊、uh, 七个小时啊，uh, 最多八个小时，不会超过啊。Uh, 有没有发现到，如果你睡多的话，你睡一个九个小时、十个小时啊，你特别累，那一天你提不起心，神的。 哎，那你你你非常的这个很很闷气的，所以不能。所以啊，你看我睡七个小时，啊，跟诸位说，我们修行每一个人现在这个时段哦，every day have to 至少 at least seven 健康啊，哎，所以我们参加佛七哦，佛七有要求的哦。 但是我们现在啊，有样学样，没样学，不懂什么样，呃 <laughs>，乱乱来就看而已，就学，哎，没有真正进去深入研究哦。所以我们学经典也是要进入深入去研究，我们念佛也要深入进入去研究，哎，我们才知道真正里面的道理。 打佛七有两样东西一定要照顾到的，什么？哎，我们办佛七啊，我们这一边佛七可以回家不算，哎，我是讲那一些没得回家的住在道场的，我们道场主办单位一定要照顾好这两样，啊，这个是墨学啊，道悟人法师啊。 以前在我们东马古晋山上 m o 海伦有一个老和尚的报恩念佛堂，哎，啊，墨学在那一边学习到的啊，这也是啊，我们上一回啊，应该是下一回也是，庄平法师，哎，啊，他现在住在那个地方，哎，住在那一边。 呃，常住在那那头，他是他是这一个方丈，哎，他是那边的住持，哎，庄平法师，啊，所以莫学曾经在那边学习过有两样，要知道这两样，第一个要顾到的就是一定要睡得够，知道为什么忧郁症会发生？因为不够睡眠。 天天失眠久了，就会忧郁，精神就会分裂。哎，所以我们修行人不要啊，不要讲嗯，我一天睡三个小时，三个月 s h o b l c k 这个不会听哦 s 就是坏掉了啊。我们的 block 有没有插头？ 这个插头刷掉了，我们叫 “so a 哎，这个是马来西亚的话，哎，新加坡也会听。你看，我们新马良区讲的话怪怪的哦，啊，很多我们理解不到的，啊，就好比我们讲啊，我们在那边啊，我们要吸管哦，吸管，哎，要喝冷水啊，吸管啊，汽水啊，用吸管哦，我们那边不叫吸管呢，我们叫水草，啊。 你要喝水，要去找水草，水草去哪里找？哎，这个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哎，我们的语言，哦，我很奇怪的啊。这样，你看话说回来哈，第一样一定要照顾好睡眠。所以来参加佛七的每一位，我们要确保他一定要睡得足够。如果不足够的话，在佛七当中，可能在进入第四天。 你已经是精神荒废了、恍惚了，然后呢，你是非常容易受到众生干扰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很重要的。第一，睡眠；第二个是什么呢？妈妈啊，你看也很奇怪哦，妈妈知道哦，吃啦啊，所以来。 打佛器的每一个，你不要跟我讲，你断食，你不要吃，不可以。一天至少两餐，早餐、午餐啊，我们没有讲说要吃晚餐啊，不啦，因为都是八关在戒，所以没有得吃，晚上没有得吃，但是早上跟中午一定要吃饱。你不要跟我讲，哎呀，师傅，我很饱，我不要吃。 脱下来喂你，真的要逼你吃的，你不能吃，你还是要吃，哎，你才有体力呀、啊，不然全场的人就要为你病倒在忙了，人家已经很忙了，哎，所以不要等下你身体出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照顾你，所以这两样，吃要吃得饱。 第二个睡要睡得够，哎，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修行也一样哦。我们不要学释迦牟尼佛老和尚讲啦，在讲席当中啊，以前释迦牟尼佛三一一波，现在这个天气你试试看三一，哈气，对不对？还能不能三一？不可能，哎，啊，你能够树下一宿吗？ 今天我不要在屋檐下、屋子里面，我跑去一个树下坐住看看。啊，刚才有一位同学啊，居士给我看，今天晚上会去到十四度哦，它的那一个 temperature，啊，我们的这个温度，哎，会降到十四，哎，所以你试试看。 明天病保病保送进去医院了啦，这个是老和尚讲的哦，啊、呃，就加护病房啦。现在我们不行啦，哎，我们不能啦，啊，我们不要修这一些啦。所以释迦摩尼佛当年啊，也给我们设定下来了十二头陀。 我们佛教里面虽然有头陀，头陀就是苦行。我们苦行有十二样，大家去了解。现在很多信徒啊，都已经模模糊糊的，啊不清不楚的，啊你看听到一个师傅，哇，他这样啊，全部追去崇拜他、礼拜他，跟他学了。 告诉诸位，这一句也是老和尚曾经给我们在讲戏当中讲过的：“师傅不作怪，没有信徒要来拜。”呃，所以一定要作怪一点，哎，所以我们要理解头陀有哪几样，哎，哎，我们清楚明白了他做的这一个，譬如说啊，有一些师傅说。 我都没有睡觉的哇！听到这样子，好像很崇拜哦。不要崇拜，我很坏的哦。我要呸，<laughs> 这不是佛教的，真的。我依法啊，依据这一些经教，你没有哎睡觉。释迦牟尼佛没有教这个，没有教我们现在要修行修这个没有。哎，这个我们一定要。 知道要清楚要明白的，啊！现在还有很多很多做苦修的，我们很羡慕，我们很崇拜。但是我看起来，如果你懂明白的话，它不是正法，不是释迦牟尼佛教的。好，大家得空回，因为我都讲了，这一次我们只是 introduce only，嘿嘿所以很多东西是 touch and go，很多你要自己做。 功课哦，去找十二头陀是什么？哎，他教我们什么？释迦牟尼佛讲，在这一个我们学习佛法里面啊，我们能够做的啊，你不要跟我讲说，哎，你打一个什么不吃，不要吃饭哦啊，这个有没有在？ 我们释迦牟尼佛教里面呢，十二头陀也没有哦，啊，不要吃东西哦，不能哦，拿鞋子打哦，呵呵呵所以如果在我的道场呢，我就脱鞋要打人了，来，两满架、啊，谁不要吃，我就给他吃鞋子，啊，就是这样啊。哦、啊，我很坏的，哎，所以不能，啊，我们要清楚，要明白，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所以你看，三十系念的头一个寄诵，第一世的第一句就给我们讲了整个修学的真实理论依据。我们要在哪里修学佛法？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淡向沉中来，怎么样呢？ 来控制，来把持，啊，来让我们的心对于这个境界能够如如不动，不是逃避哦，我们是去面对、接受，而不受它影响。哎，这个我们要知道哦。 所以，我们老师啊，曾经在讲席当中啊，都给我们说过，哎，禅要在哪里修，在 shopping mall 啦，啊，我们的这一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对外面的境界，哎，这个在我们三十系列里面也有开示哦。所以你看，点点滴滴三寺系年的里面的中风禅师的开示啊，太好了。 所以我常常讲，只要你能把握住这一句，怪不得这一个老和尚啊提倡三十系念啊。当我们真正深入去明白他整个我们念佛的这一个方式方法原理原则啊，给我们讲的淋漓尽致啊，哎，说的非常到位啊。 只要我们能把握住这一个这一本小册子哦，这算是信念罢了哦，肯定往生。所以你看，为什么禅师最后啊给我们讲往生堂上的这一些众神灵啊，决定往生。如果你能做到，你了解，你明白，你能去落实，你肯定往生。哎，决定往生。 哎，但是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次啊，我们只会唱，哎，我们只会听，我们没有去把它了解啊，要怎么了解呢？我们老和尚有留下来这中风三十四念讲解，哎，please 要回去学啊。 我们要做三十四念，就要回去学啊。所以啊，这一个淡向尘中了自心，我们的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层境界啊，我们要不受外面的干扰，我们要学到这样，这才叫做禅啊。 我们要如如不动，嘿，所以在哪里修禅？shopping 吗？啊，我们走着走着啊，fifty percent discount，切啊！你看心没有动，五十八罢了，七十八哎呀，不要看呐，九十八先去跟他拼了，对不对？ 我、哦、听越来越高，有有一些是 ninety nine percent discount，完蛋。我们动了啊？能不能啊？不能。所以有很多东西，啊，我们又有一个故事啊。今天讲很多故事哦，好起来们人的哦，啊没有啦，就讲到才讲，啊，我们很多人都是有这个毛病的哦。 啊，譬如我们在家里面，哎呀，我要一个杯子，家里面没有杯了，我要去买。好，我们去 shopping，然后我们到这个 shopping mall 去。啊、okay,，我们我们到 shopping mall 的时候，告诉你哦，我们是不是去看杯子？很多人不是哦，去到 shopping mall 了之后，东看一下，西看一下，这边东一下，买到一大堆，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才拿出来，拿出来放放放，哎、欸，对哦，我要的杯忘记买哦。 有没有？啊，很多时候都是哦。哎，本来我们要去的这个目的啊，我们要买杯。不是的。我们去到那边，我就会看东、看西、看三、看四，哎，只要买到一大堆，重要的没买到。回到家里面，我们都是有这个习气，哎，所以我们要知道，哎，要怎么样如如不动，啊。 p l 好了的，我要买杯，我去那边买完杯，什么都不要看了，ninety nine percent 都没用，因为我去的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杯，买到了快点走，哎，要有这个，不受任何的影响，啊，有很多人啊出去外面啊公园散步，有没有啊早上 morning walk 或者是 jogging。 啊，本来出去要 plan 一个小时就回来，怎么知道去三个小时还没有回来？怎么呢？因为受影响了。见到这个阿春哦，哦，这个阿朱哦，啊，完蛋咯。咔咔咔咔咔，哎呀，跟你讲哦，我不要讲的，我现在讲，我才讲啦。啊，你看，不要讲又讲又讲又不要讲，到时要讲不讲？啊，最后还是讲。 这就是八婆，嘿嘿我们都是啊、呃，我们很多时候啊，又有,有一点点知道一点点哦。哎，我问你哦，你不知道知不知道哦？其实我不要讲的啦，呃，你看，如果以后听到人家跟你讲，其实我不要讲的，好，不要讲就不要讲，<laughs> 我很坏的喽。哎<嘿>，以我也教我的同学啊，他们呢、啊，如果人家问你哦，哎，很多人。 很多安弟很喜欢问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很喜欢问什么呢？啊，问啊，哎呀，你的女儿哦，好像是三十岁了嘞，有没有男朋友了啊？有没有？很多人很喜欢问这个些的嘞，哎，问你家你的孩子啊，怎么样怎样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来跟我讲，来找师傅，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听经了，如果有听经就不会了。 哎，他有听经的话，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样师傅，我不要来佛堂了，因为很多八婆。嗯、呃，因为孩子已经很大了，我还没有女朋友，还没有男朋友哦。哎呦，很难为情，啊，觉得很难过。哎，说不用啊，所以我就跟他讲啊，如果人家问你，哎，你的女儿有男朋友了吗？啊，然后你就问回他喽。 哎，我的女儿有男朋友，你就能往生吗？哦，你看是不是很坏？哈哈，我教人家都是坏的。嘿,嘿，这个跟往生有关吗？啊，我的女儿直接嫁了，你马上往生吗？没关系嘛，哎，所以不要问人家这一些问题。 跟往生没关的，来到佛堂不要再这么八卦，哎，不要问这一些了，哎，我们只问我们的道业成就了吗？啊，分享我们学习到些什么，我们了解到什么？我们大家互相成长，不要再讲这一些俗里俗气的话了，哎。 所以我常常讲啊，哎，人家问你不应该，你不要回答的哈，你就问他，这个跟往生有关吗？师傅教的哎，哎，记得哦，啊，问，哎，哎，你问回他，你不要回答，你就问他跟往生有关没？哎，所以不要啦。我们来到佛堂，我们要学习，我们就要学习正确的，哎，所以。 老和尚在《净土大经解》里面也给我们讲到了，我们佛的法运啊，总共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就是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哎，现在我们是处于什么呢？末法时期，对不对？No，哎，正法、相法、末法还是灭法？ 就在于我们佛教徒怎么来做？老和尚给我们讲了：我们虽然在，虽然我们用时间计算上来，我们是在末法，但是我们是末法当中的正法。怎么样才算是正法？有人讲经啊，有在研究经典。 有人在学习听经的，哎，听经听了学了，有能够去真实落实的去做的，做了最后啊，真真正的就像我们念佛法门的，有人能够往生，预知时至。我那一天给诸位说了，我们可以办 farewell body 啊，ati, 我们。 可以租这个礼堂，哎，我们来，哎，我因为我有看到好像可以跳舞哦，啊，有没有看到那个，哎，啊，我们可以来办一场 Happy Happy 的啊 Farewell，因为要往生啊。然后这个椅子我会跟这边的理事讲，可以借给要往生的人坐，啊，他可以坐上去盘腿，嗯，就走了，哎，啊，给他坐在上面，啊，讲两句话。 然后记录在那个什么，我们净土圣贤录里面，啊，这在悉尼，嘿，雪梨镜中学会，哎，在这个 Bankstown 啊 Public School 里面的礼堂，哎，地点，啊，记录，所以这个就是阵法。 有真真讲经教学，有去落实，有去做，所以我们学习经教啊，不是教我们要学到一大堆哦，好像这八天下来大家都听得懂吗？有没有很深很深的？墨学不喜欢深的哦，哎，虽然我们讲的道理在我们的经典里面，它都有佛学术语。 跟诸位坦白说，为什么莫学会向老和尚学呢？就是因为老和尚也不用这一些佛学术语，哎，他就很清楚、很理解的，深入浅出的来给我们讲，哎，让我们能够啊一听就明白了，这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啊，这个才管用啊。 啊，墨学很不喜欢讲那一些啊，大家坐在下面听到要睡觉的，为什么呢？啊，空中有啊，又有又空又空又有哇，听起来好像很深奥，但是不明白，嗯，明白，哎，这我们不要这样子的，我们学佛不是要深多深不用，哎。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管用，用得上。释迦牟尼佛当年教导我们的，我们如果真实有机会了，但是大家没有机会了，因为我们人的寿命就是这样。我们要一门了，我们要深入一门深入，哎，因为墨学有机会啊，受小成戒啊，墨学大成小成都受了，哎，所以受小成戒啊，有这个机会去翻阅他们的那些经典。 啊，在这些他们的经典啊，告诉诸位，释迦牟尼佛教导啊，是直截了当的，非常清楚的，没有转弯抹角，没有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不明白的，我直接的，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哎，其实这就是佛法啦，哎，就是我们生活的教育啊。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哎，所以李老师讲啊，恭维不但不能往生，反害大家，所以我们不要啊恭维大家，哎，所以我们如果下一趟还有机会，哎，这次过来我们也要感恩啊，我非常感恩波斯镜中学会，哎，因为去年啊帮莫学办了这一个签证。 有一年的时间，所以现在啊，我来去自如，哎，但是很快要 expire 了呵呵，因为去年办的嘛，one year only 嘛，啊，所以感恩他们帮我办了有这个机会，因为不要浪费掉，哎，这个 visa 签证，所以莫学啊，尽量的就能够过来几趟就几趟，不要浪费掉，哎。 所以呢，才有这个机会啊，跟大家来这一边见面啊，这个是头一次，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哎，我这个老人家哈、哦，就是这么唠叨，嘴就是这么臭了，啊，常常讲的很臭，哎，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包含，哎，能够啊海量啊原谅哦，哎。 现在时间到了啊，很快八天，哎，八堂课，啊，我们每一堂课都好像不够时间，啊，这个就是默学的这一个什么，啊，坏习惯，因为以前做老师的嘛，啊，很喜欢讲，啊，这个是讲哈，所以啊，主办单位等下待会我们做完法会啦，他有邀请还要讲多几句。 我讲啊，几句啊，好像我不能几句的嘞。啊 <laughs>，请上去容易嘞，要叫下来很难嘞。等下又要一个半小时嘞，啊，所以要考虑清楚哎。<laughs> 我们都通常一般都是这样哎，啊，所以一上去了很难下来，那一直讲一直讲，滔滔不绝啊，因为很喜欢骂人嘛。 呵呵就是，你看骂人会不会 stop 的？不会的，不敢不敢，怎么怎了？一直骂嘛，骂到我、哦、爽了，对不对？同样的啊，你看听了有听到吗？OK，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好，这几天下来，如果有讲不正确的地方啊，敬请诸位给予指正批评。谢谢诸位，阿弥陀佛。